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我是明哥。那么今天呢，外面继续下雨，今天下第三天了，早晨啊，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走廊里面播这一期的视频。那么今天呢，首先来回答一个朋友的留言。他问到一个关于丹田的问题，其实关于丹田，我们在明哥聊太极的前边有很多视频都涉及到了丹田。他问的是什么呢？他问的是要不要转丹田，这个丹田啊，要不要转丹田这个问题啊。我下面来回答这个朋友的提问啊，要不要转丹田呢？我个人啊，这50年的体会是，可以转也可以不转。道理在哪里？首先这个道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首先这个道理你不明白的话，你听别人说一个东西你不明白道理，你就听得就是不太信服啊，不太相信。那么道理在哪里呢？道理就在于我们对丹田的认识。你首先你认识丹田的是什么关系？如果你是有两种，一种是把丹田认为只是肚脐，也就是这个小腹部这一块，那么你认为这个丹田呢，你可以转，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这个就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人生处处不丹田。丹就是我们所说道家练的那个丹，丹在火里练，那么在田里，丹的田就是这个丹，我们把它种在地里，田地嘛，种在田里，那么丹田就是丹的田。我们的人只要是我们的身体，这个丹可以任意，这个丹可以到人的任意一个地方。那也就是说，这个丹它可以在人的肩上，也可以在人的胸部，也可以在人的腿部、手部。那么这个丹可以在人的腿部，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丹在哪里，哪里就是田。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丹到这个肘部了，那我这个肘部就是这个丹的田，这个丹就种到这个田里，这块田就在这里，丹就在这里。那反过来，你把丹放在腹部，那腹部肚脐周围这一片这一带，那就是丹的田，丹就在这里，丹的田，那就是丹的田。那么这个丹的田，哦，这个是刚才我拿一下那个东西抓到那个金粉，这个这个你认为丹的田在腹部，就在腹部。那同样你比如说脚抬起来了，你认为这个丹在脚上，那个脚就是这个丹的田，丹的田。那么推而广之，过去说有丹田发动，丹田一发动这个力就发出来了，从丹田发力，这种说法呢，我个人认为呢，它不是不正确，它正确，但是呢，我50年来的体会是从脚下发动，然后上来以后，我们如果你认为哪个地方是丹田，就可以从哪个地方发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几期的视频里面，基本上都聊过这个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往前看我那个前面视频里边关于丹田的视频啊，就是说我丹田在这里，我就从这里就可以先发动，带动了全身。我丹田在这里，
我这可以用这个地方带动了全身，啊，丹田在头上，这头也可以带动全身，啊，它是指的是丹田的部位进行一个主动的发动，这个呢两种说法，但是你从丹田开始发动，开始出东西，然后说到丹田，这没我说过了，没有错，啊，没有错。要一定要理解我这句话，所以有的朋友他听视频啊，他没有听完，他也没仔细听，他大概听了一下，你这讲的啥呀？他不知道什么回事，所以你从头到尾把它捋一下吧，你把它一捋一下，这个线索清楚了，那我刚才说的这很清楚，不是说这种方法错。那么这是丹田的认识，这是前提，下面才能回答这位朋友的说的要不要转的问题，要不要转丹田。那么我们在当我们认识到有了气的感觉，有了这个结界贯穿的感觉，有了周身一家的感觉，有了脊柱行权呀，这个有了丹田内转的感觉，有了脚这个气沉到脚下的感觉，那么有了骨肉分离的感觉之后，就是在这些感觉之后才能谈得上这个东西，你不然的话是谈不到这个东西。那么这样一来，你这个东西它自然就有，你脚下一伸上来，你看这是一条劲，它就上来了。你这个上来以后，你哪个地方动它都是一样的啊。那你要说这个东西你开始这个结界贯穿满，这个气变周身，这个气变周身这个感觉没有，因为这个气上来，我想从气从这到这，哎，这个气从这到脚下了，这个脚下哎又回来了，到这了。你这个感觉要没有的情况下，这个谈这个怎么转丹田都没有意义，要不要转就没有意义了。当你有了这个气变周身的感觉，啊，你一动，气就到了，啊。意到气到力到，你意一动气一到，你才能够体会。下面我回答要不要转丹田的问题，没有这个前提，那你听这也是白听。那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腹部要不要转的问题，我现在明确的说，当你的气变周身的感觉，就是气变周身的感觉，这个意到气到的感觉还不太明显的时候，你意到气到，你这个气只到这里还没有到手上，那这个地方过不来，或者你这个气只到这里，这个地方过不来，或者你的气只在丹田这一块，别的地方还到不了。当你的气在丹田的地方还到不了的时候，你就必须得要把这个，你就只能转丹田啊。要不要转丹田？因为你的气到不了周身，气不能变周身，所以你只能转丹田，你没有办法，你出不来呀，对不对？明白了吗？那么现在我们再把它这个线索捋一下，当你有气变周身的感觉的话，你的丹田就可以在任意一个地方，当你没有这种感觉的情况下，你的丹田只在丹田里感觉有气的情况下，那你只能转丹田来扩大它的感觉。那么当我们有气变周身的感觉，这个气到意到，这个意一到气就到了，这种感觉那就不要转丹田，你只转周身就可以了。好，这明哥聊太极今天关于这个要不要转丹田的问题就聊到这里啊，很明确，态度很明确，当你没有气变周身的感觉，不能做到意到气到的时候，你可以转丹田。当你可以做到意到气到的层次的时候，你不需要转丹田，那个气在周身跑了，它叫气在周身跑了。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次再接着聊。好，明天再会。